建文帝是谁？建文帝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文，他从小聪明好学，极其孝顺。14岁时，其父朱标生病，朱允文小心侍候，昼夜不离开一步。在朱标病逝后，朱允文被明太祖朱元璋立为皇太孙。朱元璋驾崩后，时年21岁的朱允文继位为帝，年号建文。在位期间，他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，宽刑刑狱，严惩宦官，并免除各地拖欠租税，赈灾济民，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由于例行削藩政策，燕王朱棣誓师抗命，下狱将士打着清军侧旗号起兵靖南，史称靖南之役。朱允文于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，其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。